会单打，面对张宗宪有身材的优势，但是补防端强森把这球挡了下来。对，陈佑维捡到这个球，两分摆回去。佑维交给铁米，在弧顶开炮，稳稳的命中这一记三分球。最佳五人，我真的是觉得他的前途尽可见亮。哇哦，这一次外围出手把握住，而且这边还扇了一个火锅。要来看陈佑伟推一个快攻，铁米踩欧洲，硬上这两分。我这球做正确的判断，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。还造福了跑跑友，哎，这个终于我们本土也连上线了。对，佑伟传给造福。保中青都有，哎，确实是没错啊。哇哦，佑伟说到了新生代球员，怎么能够忘记去年的新人王？没错，现在的助攻王。最后台北富邦勇士在主场以114-80击败了来犯的高雄一期直播钢铁人，也终止最近的2连败。